小花，师哥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就来搬玉米了呢？嗯，不是，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吃的，我就来搬点玉米拿回去煮给你吃啊。哎呀，你个傻姑娘，你看你都打湿完了呢。没事的，这雨下的也不是很大。还说不大，你看你满头都是水，来，我给你撑伞。不用的，我已经打湿了，志哥，你搭着吧，我已经你了嘛，没事。哎呀，还是搭着，那等一下全湿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还不得心疼呀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谢谢你。哎呀，这玉米挺白的啊。对，这个玉米的话，就是，煮着吃、烤着吃都很好吃的，甜甜的。真的呀？嗯。那我是不是有口福了呀？嗯，可以这么说，志哥。行，那我给你撑伞啊。嗯，好。小花，哎，怎么你手中的玉米跟这个玉米不一样呢？哦，我这个玉米的话，它品种跟那上面的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啊，这个的话是早熟可以早吃，那个是等8月份的时候才可以那个可以吃。8月份才可以吃？嗯。但是那个好高呀，这个好矮呀。对，品种不一样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玉米虽然矮，但是它真的很好吃，很甜。真的？嗯。我真的有口福了啊！我看一下有多少了呢？哇，这么多，够了够了，这些够了，够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回去给你做。香味了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尝一下吧。这个是我烤过的，这个是拿来煮的。煮的，嗯，那我该尝哪一个呢？都好香呀。你想吃哪个？随便拿一个吧。嗯，我先尝一下这个煮的吧。嗯，尝一下。嗯，烫烫的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啊，糯甜。嗯。你吃起来感觉真的好好吃的样子。嗯，对，很好吃。这里还有呢，我吃了好多呀。你也吃呀。来一个这个。嗯，小花，大哥跟阿姨呢？他们在家吗？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妈妈应该去干活了吧。我拿着。那我就换了啊。好，去吧。